各位早安！今天我们一整天就在皇后镇这边走走了，然后早上就发生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，在刚刚而已。现在我们就是花钱坐 taxi 回去我们 campsite 拿书生的 Malaysia license。其实今天在皇后镇呢，我们租了一辆小车在这边走走，因为最主要是今天有一个景点要开小车上去，所以我们就特地去到这个皇后镇的这个机场去拿车。结果他跟我们讲哦，原来除了国际驾照之外，你国家的 original 的 license 他也要，不然 他不可以租给我们，哇！整个就是佛都来了，这么纽西兰会有这么牌的制度啊？这样子我国际驾照到底是申请来做什么的？因为以往我们去到全部国家哈，他都不会看你的国家驾照，他只看那个国际驾照吧。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制度太智，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。是不是纽西兰很多人 作假？那就有可能了，因为本地的驾照比较难作假。可是不懂啊，最后觉得很。 而且我们从 campsite 来机场哦，是只7个公里罢了，大概30多纽币。现在我们要多一个60多纽币，哇，真的是心痛啊！然后多一个3，不是啊，60多。对，多一个200块马币左右，200马币180。6327。63，真棒。6327，各位，你看他的数学了吗？ 全部都可以交给书生管，所以这边也跟未来要跟纽西兰旅游的朋友，你们要自驾游的话，记得把你们本地驾照带来。讲真的啦，我这一次真的是很衰，唯一一次没有带驾照出来就是这个时候，因为我放在车上，然后幸好书生有带。我们另外一个唯一可以驾照凯浩也是没带到，所以真的是波比啊，至少钱可以解决事情就不是事情，只是浪费了我们可能半个小时还有钱的问题吧。拿来上，辛苦拿到钥匙了。 开心吗？等了这么久，辛苦了大家。哎呀，今天的行程就因为这个租车打乱掉了。本来我们要去一个很漂亮的湖边吃个cafe早餐的，结果现在就只可以去那个景点了。虽然行程被打乱，但是行程才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人啊！你在演宫廷剧那什么意思？心里很多小剧场哎，心里不有小剧场，然后有你们呢？那么就待在马来西亚了。嗯，明天在马来西亚旅游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 我不可以耶，停好车了，现在要找吃，太好了 ，Go！ 现在18.7度，哇，书生点的那个牛腿辣口中看起来很厉害呢，配的，哦，哎，香的，是牛腿辣口中，对，我们的热巧克力到了，很少来喝热巧克力，我是从小喝美露长大，他们隔壁2个台湾人是喝咖啡为主，对啊，我们2个都在喝巧克力，因为巧克力很甜啊，因为我很甜啊，哇。 配吃起来好豪迈，看起来很好。有多少女生会拿整颗面包人啊？我不女生，只有你哎。我刚刚就讲这个香蕉面包，看起来超难吃，可以给我们看一下。怎么样？看起来难吃哦。这边的食物我觉得普遍上都比很多地方好吃，但全是淀粉，但也总好过一直在吃泡面。然后泡面我们菜买了很多哎。哦，蛮好吃的，是不是？蛮好吃一下。大家，我就很常被他们2个这样一来一往，那就很。 哎，你这个位置很棒哎 ，VIP 位置。因为同时听到我们2个讲话。嗯，环绕。这是什么福利吗？你要吃的像偶像一点啊，你是偶练出来的。来，给我个喘气。吃饱怎么喘气啊？背不得出来还要喘，你看了。他看到你兴奋了，嘿，哎，好慢哦，拍到。女生在外面尽情的。你要做什么表演？哇！我也吃啊。不是啊，有病。不是，凯老师这样够吃吗？ 大家好，3、2、1，够吃吗？你们准备好玩那个很刺激的设施了没有？没有要玩。哎，有啦，钱都给了。你可以玩2次啊。不行，我们一起玩啦。不要。朋友。我是你朋友，你是我女朋友。那其实，在皇后镇呢，我做功课我才发现，原来它是一个有很多刺激活动的小镇。我没想到可以这样多嘞。它最出名的就是有跳伞，然后也有那个蹦极跳，而且有那个秋千，2个人一起做了。然后它也有滑翔伞，然后它也有那个很快的 jet 那个船呐、就是它在急流飞很快那种。但是这些我们一个都没有玩，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很刺激的设施。我们只跳了一个设施，就是 Hydro Attack。 这个鲨鱼艇之前很久以前就看这个东西，结果没有想到在纽西兰，所以今天就去体验这个鲨鱼艇到底可以多好玩。听讲它是一个有速度，然后它又会在水平面上面跳起来，然后又可以潜下水的一个很特别的设施。我们的集合点就在这个湖旁边这边滑翔伞没有很多人玩呢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jet 很快的船，哇，它湖旁边是一个阶梯耶，看那个鸭子在游泳，乖。是不是大虎呀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些鸭子、鸽子啊，这样不怕人。你看，我刚很惊一下，哎，那边有一群鸭子。然后其实那个Hydro Attack哈，一个人啊要500块马币。我是没有直接问书生、海玉、海佩哈，我是直接帮我们订了，所以我是direct book4个人，他们直到昨晚才知道，今天才会玩这个东西。对，我们玩的就是这个，很像一个鲨鱼的潜水艇，然后单人班。为什么单人班呢？它中文很特别。等一下外面看。我们就是搭一个这样子很特别的鲨鱼艇，超帅的，这个东西感觉很特别。他们讲这个 Hydro Attack 大概你在上面是玩10到15分钟，然后要价一个人是500块马币，所以你的1分钟是50块。虽然说15分钟，但只要玩10分钟。对对，我看到这个。看，你有做功课，然后还这边讲说下去可以看海的风景。因为我骗佩玉跟凯要上去，他们是胆小。我本来是想要跳伞，但是他们3个没想要跳，我觉得一个人跳没有意义，我就选一个。我觉得有些算特别的，这个就是鲨鱼艇。然后我买这500块1个人哦，它是每个艇上面都有设一个相机拍 footage 给你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，又有东西拍样子。书生这个表情还有点紧张呢，叫什么表情嘛？他土耳其玩那个滑翔伞的表情。哦，我们的第4台艇回来了，在这边，这个4台应该是我们的。OK， 相机要放进去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他们现在。脸虽然很镇定，但是他们的心里其实是很害怕的。嘿，变成摄影师了，嘿，真的不上，最想要就是让你上去。我不要，我本来就不喜欢玩这个。我第一次看到你们3个脸同时那么焦虑。你们看到他们虽然在笑，但是你们要注意他们脸的细节。我没有。他说，如果万一那个司机出什么问题，晕倒之类，他大概说10年都没有这个问题啊。他怎么敢讲这种万一？好吓人！他说这个15分钟的船程，反正行程就会有浮起来2次，让你呼吸空气。然后其一就是他说你就是坐这里，然后抓这，头靠这。哎，这根本不会英文的人不能来啊！是真的不会英文，谁听得懂他刚刚 rap 什么东西啊？那我英文算容易听的。我说像我这种基础人应该死哎，因为海底冲很快，所以他们说要用这个降噪的耳机，谁听不到。然后还有说，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，你不用喊那个教练，因为你叫不到他，你只能动他救你。可是教练有可能晕倒，他说。对，什么意思？他怎么给人家这么恐怖的事情？他说下面就有那个紧急暗号电话号码，如果教练晕倒，你要不要按？对，打给他们。我也觉得他讲这个蛮莫名其妙。他说水底有一个急救站 ，OK， 我要走。朱生，你一定要学戴墨镜那个，我觉得那个最适合你。大家拜拜。哎，超窄的佩玉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很可怕，他们整艘船在晃，感觉会飞很快。哦，他感觉要出发了。拜拜，各位。这个真的很可怕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他们上下。应该是他们虽然潜在下面，但速度极快。哇，好离谱哦！三个差不多跳起来，通常都是哇。在水里潜很久就是要跳起来，超可怕！好可怕哦！看看是谁回来了，海浩，可怕吗？哈哈，你脸色怎么苍白啊？开心吗？看起来超痛苦。啊哈，教练真的赞，他脸好像有点苍白，大家好险我没下去玩。确定好玩吗？哎、欸，是不是很恐怖？徐凯浩脸色苍白，真的假的？不会耶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超的！我刚看你们在海上跳好几次。哎、欸，他的刺激程度很低。哎、欸，书生回来了，书生回来了，那才是书生来了。他如果没有跳起来，就代表书生就要不要再跳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跳，对啊，打开回来了。看书生在哪里？书生回归。书生脸好像不太行，你看他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他比赞呢。脸上是这样。 原来书生是在看他的影片啊，看到他那个笑容藏不住了，笑容好玩吗？书生觉得可以，10分给多分？7分吧，他才7分，3分弄死我背后，整个身体又是手也是身啊。现在我们就是把相机拍的东西给他，他就把档案弄出来给我们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鲨鱼艇蛮特别，我还想说他怎么可以又潜水又在平面上走，因为就连潜水艇也做不到啊，很可怕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帮你们录在外面的素材，那个鱼是这样。什么意思？其实讲真的，他没有想象中，因为你外面这样看很恐怖，但在里面感觉少一半。我从小到大都没坐过游乐设施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不。你坐过过山车吗？应该坐过一次才会怕吧？我坐过云霄那种小孩玩的云霄，你都怕了，就会觉得很那个。你是不喜欢失重感？对，因为我就有跳楼的智商感觉。我觉得我玩这么多设施里面，这个失重感是全部里面最少。我宁愿没有，为什么我要找一个最少的？好像也有道理。这边人我觉得他们很亲切，因为他们就是感觉是温柔，然后一直这样微微的笑。因为我们之前去过冰岛、意大利、法国，我觉得都不比纽西兰人来热情、很有礼貌。对，而且你看得出来是就是很真诚。对对对，就不是假笑。其他国家的你超生气，每次看到。自己看他们就很有耐心，然后笑笑的。这个小哥超有耐心，这个小哥微笑着。对，而且他工作的很开心的感觉。你看他，微笑了。他不是我的菜，但是他很阳光。对，我觉得阳光。啊，开心开心啊哈哈。 没有上去，哈哈，你错过了啊！哈哈，我真的还是很庆幸，你错过太多了啊！哈哈，你们去看他们频道影片，他们啊，这边只有凯浩跟书生，那真的我觉得太好玩了，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大家很可爱。然后这边的街道我觉得很舒服，很漂亮哎，它有点像奥勒的感觉，然后就很多外国人这边旅客在这边，比起我们前几天小镇哦，我觉得小镇很舒服。我觉得来这个皇后镇会想说，我前面2个小镇是去什么地方？难怪自己这么多旅客。对，这边很漂亮。对，因为大家来。 南岛是一定会去这个皇后镇。喵喵家族，哎，不是，你是鸡鸡家族。喵喵家族，喵。哎，凯浩怎么没喵？他不喵喵家族，他是星星录的，要不要想个新的？星星对，喵喵家族只有我们两个。你是鸡鸡家族，你帮你自己跟他再抽一个。好，你拿这下。你是星星家族，那。哦，哎，星星家族。 哎、欸，你没有录哎、欸？有啦，还要骗我？凯浩去跳舞了，5、6、7、8 ，I love you and me，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。哎，跳得很没感情哎。我是跳这个的，这也太老了吧，跟你的年龄一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来到哪个小镇，它都是阴天，很夸张哎。你是为了这唱这首歌吗？我不敢唱出来，但是我想讲一句话：我们走到哪里，阴。 到哪里？大家不要追随着 YouTube。对，是什么？看起来很爽。他超爽。对。他们平常很喜欢讲这种低劣的话。你怎么很爽？会变成这样。阴天。不开灯的房间。继续下去。下去就不能播了。太美了吧！这个包书生，我已经看到我有一件衣服要买了。好看吗？佩玉。好看。好看吗？我拿这一下，帮我打开看一下长怎么样。哦，好好看哦。它的配色很可爱。对呀，这个大包真的是可以装藏有尸体，血水不入。这个可以。哎，可以耶。 现在来揭晓，看看它多少钱哦。我觉得我们买的鸡蛮高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便宜，应该怎么样都要400纽币最少，台币8000。反正我们4个猜对的人出钱。一人吓到了。谁要猜？谁要700马币？我觉得是马币，应该是1000到2000，10万台币。会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看。真的很好看。啊，319。319。 1200呀，这好划算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包好像这样子背没什么好看，应该拿着比较。这样子背也 OK 啊，这种旅游背包，感觉他会去登山，然后里面有装很多食物。就以后我们东西都可以给他。哎，真的？那你要买哎？还是不要买？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这边逛逛啊，吃一下东西吧。因为今天最主要2个景点就是一个是 Hydra Deck 刚刚结束了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傍晚会去那个 Deer Park， 听说那里非常之漂亮。银河吗？去那个山上啊，是银河。没看我做的行程。我早上提到皇后镇是很多刺激设施，但是我没想到有这样多，怎么都可以玩到这边。原来纽西兰有赌场的嘞，我现在知道。吃午餐时间，日式火锅，杯要吃2个。你如果再用这种乱讲的话，我就告你20个，把他告讲多一点。你们这群狗男女，怎么背着我这边吃东西？被抓到了。午餐就吃拉面跟一些熟悉的东西吧。哎，有咖喱饭呢。到现在还是觉得这个贝很好看，是吗？当然，那个柜子看起来更好看，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柜子也可以。也一起买回去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柜子蛮搭的，刚好新家。放你家，然后放在这个包包里 OK。哎，这个相片照拍我会逆光吗？一点点。但你这么漂亮，你本身就自带光芒了。你是偶像是不是？饭来了，哇，看起来很厉害嘞！想吃吗？反正吃不够给你啊！哇，你们拉面看起来很好吃哎，好吃吗？试试一下，蛮地道的。苏这是点蛋拉面，感觉是很辣一下的。刚刚吃饱午餐，现在就出来逛逛一下，然后苏珊就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我觉得蛮适合我们现在新家的。哎，这个纽西兰的地毯吗？很可爱的，感觉也适合放在游戏厅那边。对，感觉配艺也会服。摸一下，哎，可以耶，我觉得买回去纪念一下，我们来过纽西兰呢。结果我们考虑了一下，就没有决定要买，因为它很不 match 啊。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，我们家硬装还没装修好，我们就不要乱买这个软装的东西，因为怕买了最后变成垃圾不搭。今天我跟苏珊穿的是情侣装。其实也不算情侣装，她明明就是女装两个颜色。对，你看，这是我的。我会露肚子哎，好大！你怀孕了？哎，这个衣服真的短了，要是女装，因为我觉得蛮 match 的。我念。你们看到那个很大艘的船嘛？其实他是去看一个很厉害的瀑布。皇后镇其实有一个瀑布叫 Melfort Sound， 我忘记什么名字了，好像这个名字。这个景点他们讲是什么世界第8大奇观，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第8大奇观啊。但是这个瀑布哦，阴天上这个时候去看啊是最漂亮的，因为它那边要下雨啊，整个会很震撼。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，其实蛮想去，但是因为要坐很大艘船，然后又要花几乎半天到1天的时间，所以我就没把它安排在这个行程里面。毕竟我们在皇后镇只是待1天吧，所以很可惜啊！如果大家有时间哦，我觉得皇后镇可以待个2天到3天左右，因为太多东西玩了。网络上讲这个冰淇淋很出名，然后本来我们想要吃，但是网友一直跟我讲要 try， 看起来很像很厉害一样，可是我看不懂是什么奖项。哇，这个人潮是蛮多一下的哦，这个排队好像也是我看过蛮长的一个队伍。看苏珊表情，怎么会这么长？是不是？太夸张了！他这边有卖巧克力，然后这边有卖蛋糕，前面应该就是卖冰淇淋。哦，冰棒，冰棒。哦，鲁冰，这可以播吗？消音啊！它这边有很多口味，而且这边应该是很多旅客啊，竟然会有中文字哎。宿舍点的黑巧克力应该是招牌，然后我跟凯浩都点这个草莓。你的招牌巧克力厉害吗？是真厉害啊！有比那个木粉片厉害吗？它只是缺了那个 chocolate chip。哦，那就是缺了。但真的很像。10分多少分？哈，9.5。哇，少了这么高分。配2了，准备3、2、1，来吃啊！我跟你讲，吃这冰淇淋会发出一个声音，吃一下。真的，配还丢我们的脸。这吃之前要叫吗？都可以。那我不要。哎呀，草莓其实蛮好吃，它不会那种你知道不好吃的草莓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是。就是它草莓很不一样。哎，你完了，要吃之前叫哦。这吃完了叫吧，白吃哦。那我这，他录影，好做作，做作死了。王美是这样子的，你们懂什么？如果鸽子飞起来，配乐下当吗？哎，你的表情太好笑了，超糗。连鸽子都在操场上，啾啾啾啾啾！哎，那不会飞的嘞。现在配在后面拍照，然后大家经过，那还看到我嘛，然后我还吓他。在我们的苏珊司机带我们去皇后镇最厉害的Leopard。Let's go。今天我可以当个休息的司机啦。从皇后镇市区去要26分钟，14公里。皇后镇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湖跟它的山，你们看。哎呦！别告诉我这塞车的都要上去第二趴，超级多车耶！那个第二趴哦，它的收费方式就是跟车的，一辆车可以坐满5个人，所以一辆车是55纽币。你们要准备一个2块钱纽币的硬币，因为那边是可以买那个饲料，然后你就可以喂那边的动物吃。因为很多人讲上面是完全没有人换钱的，所以你要准备好上去。到了第二趴的路口，然后你付费哦，这边是要给你一个 PIN code 按进去的。今天福利不哦，我们算幸运哦，因为我早上还不过。 哇，这轮真的是走山路！你看我左边，哦，美景美景！你们怎么看起来很累啊，猪猪们？没有闷啊！哎，怎么会有一个睡觉声？最好靠右一点啊！你们看这个位置，一下去就真的是下去了。猪哎，真的是猪哎！哎，这个猪很丑哎！我们下车买饲料，顺便看猪猪，真的很丑。猪猪起床了，猪猪！哇，你看这一只，哎，它要出来了，它要出来了，怎么还没出来呢？ 里面的 brother 很大只哦，你看他、啊，哟，太长了，很乖，朋友，你是有病是不是？太长了，你喊江佩，江佩，来了，哎，怎么变那么听话？佩宇，佩宇。我们的2块纽币就用在这里了。他们讲很划算，是买一大桶，你看那个桶好大个，真的很大。我们是拿这来喂猪吗？对，上面也是要喂。来哦，噗啦，哎，惨了，被骗钱了。啊 哎，那个是猪叫声，再拉拉，不还有一次？哎，哦，食物就在这里了。先看着前面，你都听到我们讲话对了。要猪培育。你是看到大只的还是小只？我们该叫很多次，然后他叫就会吃大只的进。我不用看，我直接去你们 YouTube 点。但是刚刚真的有效，叫你名字，他刚好就过来了。我们随机看到一个地方很漂亮，我们就下来拍照了。哦，这个景蛮美哦。其实这边哦，肉眼看是比影片跟照片来的好看的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好看一点。努力拍照吧，各位。可是我觉得好看啊。好看了、哦，我帮你拍好看吗？你讲。好看啊。可是我想要再远一点。嗯，可是。 给你们看这个纽西兰皇后镇美景，掌声！这个天气好像不是很佳，但 OK 啦，至少这个 view 是真的美的。现在我们才上到半山，然后这个风就这样大了，要再上去更高时候，风会被超大。 从这个路口上去山顶呢，这些动物都是自由，所以你可以跟它近距离。哇，树上这边好多鹿哦，然后又很高，一下休息。拜拜了。他们说这边的山羊会攻击。对，路牌有讲，叫我们小心。哇，这山羊看起来很凶。好可爱，是真的吗？都没差。对了，很好看。上面那个在盯着我。没。你看脚，它脚踹了。哎，走。哎，来来，看我这边来，看我这边来，看我这边。哎，看。 右边，不要不要，好可怕！我知道很酷，就是喂，滚滚滚，滚了，没，你看，哎，我们两个还不知道打谁，他怎么跑好快哦？这是滚了，等下跳进来。没有，他们应该是以为有吃的。 一个超多吃过来，我觉得幸好我们没有开房车，因为我没有把握，这边太高了，主要是房车也很高，又没有力。哇，跟你讲，这个山顶看那个风，你看我头发，我一开窗就这样了。看那个风，哇哇哇，这个风是比较冷的。现在我们在它东部的山峰这边，然后风太大了，我觉得现在看我们两个不要下车。哎，这太冷了。我们在路上看到一辆车被抢劫，你看，这放行了，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山贼。不是在收购路。 他们应该在为了吃东西，所以全部羊聚集上去。哎，等等，就是我们会长这样。对，先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等下喂的时候长这样子。好可爱哦！还有白色的羊哎。对，白色的很好看，白色很好看。好看哦 ，Let's go！ 够力了，我们遇到山贼了，也太多只了吧！啊！不要过来！他们要跑的。他们是跑过来，你们看。吓死！什么？树上吓到，你看。你看他的眼睛，吓死！ 哇，这个车怎么办？它再上来，很凶哎！好凶！看那车，你不要再上来了，我骂人了。他再爬上来吹。太可怕了吧，这个太凶了吧！哦，果然这鲨鱼它坏了。我们是为了这只白色来的，哎，他们不要浪哎，超看车要过，他们还不要浪。哎，他看到我了，呸呸，走开，好可爱，过去啊！啊，有吗？你去看，他这边跟我四目相交，白痴，冲我冲！你们看到你这，你看前面，前面，这个怎样啊？没有，你看飞鱼啊！ 我们食物准备好了，你完蛋了，他们知道食物了。我发现你给他们食物，他们就比较乖；你不给食物，他们反而会唧唧歪歪。对 ，OK， 给他们一点，他们等下就会吃我们食物，就在那边等我们。我们看一下，哎，佩玉，佩玉这一只超近啊，你看到？佩玉，佩玉，小心！ 不要玩了，你不要害他真的钻进来哦！胆小鬼，他在做什么法？走开！去！白色的兄弟来了，兄弟你好。请问我们不是要看路的吗？哎，怎么跟羊玩在一起？看你白色，给你。哇哇，书生，他帮你擦玻璃。不要玻璃，不要看，不要擦玻璃。我要努力开。 各位找到我朋友了，这一只很乖。Hello， 喂，他怕，原来是怕哦，原来是要这样子玩的。现在我们到西部的山峰，哦吼，这个天气不是很糟，但它应该是纽西兰最糟的天气了，完完全全没有太阳。虽然风很大，但是景很漂亮。我们3、2、1，他们来找找看，感觉怎么看起来？ 我们再正经点，让他们下。要怎么样正经的？一拿上来我们就哇很开心，然后击掌，让他们觉得。OK OK OK 好，对不对？然后3、2、1。哇！超美，超美的，从来没两个太美的地方，他们不专门看我们。等一下。 他们怎么在录我们？但是完全没想要下来感受一下，因为这边风哦，真的又大又冷。我觉得这里怎么拍都不会美。你看你的头发，再看我头发，你们看这个风。其实我们刚刚才发现哦，这个明明叫第二趴，可是我们该看到全部是羊。看到第二都在睡觉。然后草泥马也不懂去哪里了。反正现在我们目标是在这边关之前去寻找到路跟草泥马。其实这边是给一个费用哦，它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可以进来的。我们找到路了，3倍、5倍，就是你上来吃。 午餐，哎，他们在听到你。哇，这个路很漂亮啊！哎，那个路很漂亮啊，鹿角。找到路了，可是好像比较怕冷啊，它都躲在上面。Hello， 这一只很好看呢，你看越爬越高，远离我了。来来来，各位，用冲的，跑过来，跑过来。你是羊羊什么国王？哦，来来来，哦，跳舞跳舞，跟他一起 dance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要疯了。 真的像有病一样，他一上去你知道比较跳舞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哎，各位上来吧，他们每次上来我都要做清楚。你看这个，哎，一直，哎，一直都不想理你。那为了叫草泥马不择手段。哎，他站在顶峰不要下来。唯二2只的草泥马在那边，我们要把它找下来。对，因为距离7点结束还有段时间。没有炸了。对呀。我才发现。所以我才说我们可以跟草泥马很近啊。哎。 他假装听不到嘞，看我们走到里面来，1、2、3，他在看着我们了。兄弟，叫你这么久，你还不下来？哎，他这个可爱，白色的毛，黑色的头。哎，下来，让我看一下。我发现草泥马真的是很怕人，他们都会越走越远。你看，走比我还快。有大家帮我们吗？我找人帮你了。好哦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拍到草泥马，因为这草泥马很漂亮。我们有北京的大姐打头风，冲啊大姐！有事你先来挡。除了这2只，这边还有第3只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 哎，他们上来了，常友，他会怕你哎，但是我竟然抓到一个最好的距离，他上来找我了，在那边代替常友跟他自拍一下。你好，哎，这一只它是怕长泳，但不怕我。我发现只要你不动就安全了。对，我们与它最近的距离，但是重点是长泳要来。凯浩在帮我看着另外两只，它是羊驼的宿敌。靠近啊，看，你看跑得比我还快。他跑超快，漂亮！这一次走下去了啊！包抄他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他走太快了吧，被他摆了一道。我们这个草泥马战队结束，至少我们也近距离拍到一些东西。可是我们已经有不错的东西啊。对，就是我们近看到它，其实蛮震撼。对，我觉得很大一只。而且这草泥马我觉得都比动物园的好看很多，因为它这是野生的。但是我看过野生的也不好看，不是有吗？对。啊，小一个。 哇，这个鹿真的是野生很大只的鹿哎！这一只牛太可爱了吧，好无辜啊表情。这边也是有两只很可爱的。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皇后镇的市区，因为我们要去吃一个很好吃的西餐。你们讲很好吃的，每次都说。哎，他们说这个西餐有很多料。哎，刚刚汉堡也说世界最好吃。哎，刚刚汉堡超级多人排队，比昨晚还多很多。然后好吃吗？可以接受，但是就是还好，不符合我们的口味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只能这。 这样说，今天的晚餐就是这一间 Friend Bar， 他们讲是蛮出名的。它的外面几乎满了，然后里面也是蛮多人的。它里面就是一个 bar 这样子，难怪叫 Friend Bar。它的这个装潢真的是有活在里面的。你们看书桌后面这些是真的活呀。今天第四天是我第一天喝啤酒，来了，干杯，干杯，干完喽，干杯哦。哎，我的很顺哎，我的好喝，也很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凯浩跟苏生吃猪肉粒，我吃羊排，配一吃牛排，这个是炸鸡，它香较好吃。这个炸鸡有这么好吃吗？不错。嗯，这不错啊，太好吃了。又要你实测这个牛排了，只有你可以吃牛牛。他们叫我不要一直吃牛牛，有灵性。然后一进来说，哎，这个牛排太好吃，你快点。牛牛好可怜。刚看完这个牛，你就帮他点牛。 牛蛋很厉害吗？还好，就普通是不是？是不错吃的，但是有没有到说很吓人？哦，没到这么有吃过的感觉。然后常勇实测他刚喂完羊就吃羊排的感觉。今天这个羊排，它味道很重哎，我看有点担心了，因为通常重的话就应该不好，对，应该不好吃。 嫩嫩哎，嫩是嫩，但羊味重了点。还是你刚刚没洗手？刚刚喂了羊还在这。我觉得炸鸡比较好吃。猪肉比较。 感觉 pork rib 应该不错啊，是不错啊，它像很像。这样子看这一家餐厅就中等啦，东西不雷，但也觉得不错啦，还是可以来吃一下。因为每次网络上哦，他们吹到太厉害哦，每次我们吃的时候会觉得把期望值拉到太高。没有，可能有些食物就是只适合本地人，对，或者是洋人，对，不适合我们。是的。啊对，但是它的 Google review 很高分。嗯。 我不回到房车，然后超累。其实这个房车生活，因为已经过了3天了，已经不知道讲什么。3天，对，3天。对啊，已经不知道跟大家讲什么了。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拍到房车，我们在玩的时候，但我们基本上都在外面玩啊，对啊。你说玩那些山羊啊？玩山羊吃羊怎么办？我好像真的太早去瑞士，现在到第3天我还是觉得，到底后面有没有厉害的景点？其实不是景点不厉害，是天气太作怪。对，我觉得那些景点如果是有来，天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？哎，自己的笑了。不是要天气怪我干嘛？是你们比较荒谬，跟我屁事。哇哇，霸王荒谬。 我们来这个10天啊，有9天是阴天啊，我们要怪谁？怪你。至少我们要写出一首歌，我们要往好处想。你唱谁啊？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。下一句你唱。不敢唱。我们的纽西兰8点档第4天就结束喽，明天见。明天是你生日。诶，是，但是我第一次生日写那么累。要给你生日礼物吗？现在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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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